叮。你去啦。你啊。喺边度啊？Hello， 我系咩啊？我系大卫，不如系1月23日嘅4:32。我哋而家点解会喺呢个钟数喺机场咧？我等下望下我哋身后啊，星宇航空嘅首航啦。咁而家4:30，第一班，但我哋搭嗰班7:25咧飞澳门。但而家4:30，佢已经开咗 counter 啦。而家啲人系4:00已经开始排啦。今次咧星宇海航啦，跟住好多人咧都系谂住好多台湾嘅朋友。都想去衝一波澳門嘅，但然而我哋咧就唔係嘅，我哋咧係佢加籤曬，我哋係抖佬揾本翻澳門，我哋就順手體驗一下星宇航空，係啊，我對佢嗰個機上嘅 WiFi 係十分之期待，同埋嗰個互同笑容派隊 check in 先啦，係嘛 ？OK， 其實我哋 check 咗 in 嘅啦，我哋應該排隊。記憶行李，係一個記好有紀念意義嘅 boarding pass。哇，商務唔同，哇，好多人啊！幾多啊？24啊，頭先24啊，24加19。歡迎。嗯。谢谢。那个机票让我拍。好似有。好。这八个商务舱的。目前澳门的天气为多云，地面温度大约是20度，华氏的天温度则是68度。我们预计在10分钟之左右会开始后退，希望您能够享受这段舒适的航程。最后，诚挚的欢迎您搭乘星宇航空。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This is Captain. 呢部机咧就是1号机，就是星宇1号机201。521号机，我哋搭第一班机，星宇第一号机去澳门。啱啱已经揾到 K 栋签名，系啊，睇下呢个咧系开航嘅一个小礼物啦，咁样拉出嚟啦，拉出嚟之后咧，叮 ，Welcome on board， 系啦，同埋呢度你会见到呢度就有2020年1月23日嘅字眼啦，系啊。正啊呢、這個，香港好有質感啊！好有質感喎，真係好有質感。佢係反光靚面嘅咯，係啊，好靚。A321neo 啦，係啦，咁呢個先擺低先，係免税嘅雜誌，係啊，呢啲係雜誌咯，係啦。好，咁我哋雜誌先 hold 住先，可以睇下免税。有咩？我想睇下有冇星宇啲一啲嘅紀念品，或者喺呢度可以買。即係我想揾啲唔係之前星宇小鋪嗰度嗰啲啊。好喎，有啲唔同嘅喎。呢嚿咯，佢呢個係乜嘢圓形排插咯？呢個唔知咩。即係呢個啊？呢個真係可以使咗我啲錢，使咗2000元。喂，呢個平啲好似。之前好似呢、這個係咪960啊？定900咧？好，定係咪免税咗嘛？灑水泥。可唔可以幫我用手機影？係啊，好正啊！
应该是洒水礼的。精选节目就是一些剧集啦，有例如有星暗之王啦，咁啊呢度仲可以睇埋有啲咩购物啊，有啲咩可以买到嘅嘢，系嘅，系食呢个芋筒酱烧猪五花冻，系啦，咁饮品咧，饮品就有一啲嘅酒啦。紅酒、白酒、合牌啦、Vodka啦，跟住有啲 cocktail 啦，仲有一啲嘅可可樂啊、零卡啊、綠茶、咖啡、熱飲嗰啲都有，仲有果汁。好啦，佢呢度有教你點樣連 WiFi 啦。首先將我嘅飛行模式，就已經教咗啦，飛行模式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將佢打開我 WiFi 啦，睇下先，再連結睇下揾到呢個 Starlust WiFi。嗱，目前星宇航空咧有嘅飛機餐，雖然係短程啦，即係算係兩個鐘係短程航線啦，但係佢亦都係有提供一啲嘅水果啦，同埋一個主食嘅。呢個是胡同燒肉，可唔可以見到係有胡同寫住就係 Starlust 噶，一個保鮮紙嗰、那個石紙啦喺度啦。咁跟住仲有一個米香脆軟紙，係啦，我等間試下先。感覺上會有啲類似長榮嘅嗰、那個，都係一個小點心嗰個嚟。咁一樣啦，都係有一個果汁嘅 100% 胡蘿蔔 ，OK 喎，好似幾健康 Starlust 啦。住仲系一个系啦，呢个刀叉。好，我依家打开佢。各位贵宾，我们正经过一段不稳定的气流，请您回到座位并系统安全带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勿使用洗手间。同时，我们将暂停热饮的供应，谢谢您的合作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urbulence.因目前話有一股不穩定嘅氣流，所以我依家暫時飛機上會提供飲品。你見到個量其實都算多嘅，以一個正常嘅飛機餐嗰啲嚟講，因為你見到佢燒肉都多，都好多塊其實，呢個加埋應該都有七八塊，可能十塊都有。跟住仲有一個芽菜啦，跟住一啲嘅蘿蔔啦，跟住木耳、西蘭花，同埋一個玉子啊，好唔好食啊？正正係咪？好
都試下先。有咩評價？好食，好食，我係幾好食嘅。不過我覺得朝早食呢個，我覺得有啲鹹啊，係咪啊？我朝早食呢、這個，總體嚟講，我覺得佢個餐點係 O K。跟住可能係因為早上，跟住我覺得會有少少油同埋有少少鹹咯。跟住啱啱食嘅係水果啦，有嗰個花柳啦、蘋果同埋橙啦。咁跟住蘋果好似有少少鹹，唔知係咪因為落咗少少鹽，跟住防止氧化，係咪？係咪有少少鹹嘅？我應該會落咗少少鹽，跟住防止個氧化咯，係啦。其實好食嘅，我覺得呢、這個唔食，你唔食呢個唔食啊。咁我幫你食。跟有点咸，对。看你们跟我们的意见，我会跟公司反映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的航班前往澳门，我们现在选航的高度在36000英尺，相当于10980公尺。巡航的地数由于今天的顶风比较强的关系，目前我们遭受到的逆风大概有20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呢，我们巡航地数大约目前是660公里每小时。预计降落在澳门机场的时间会是在今天早上的9:40。目前呢，澳门机场天气状况良好，那气温大约在20度左右。稍晚在下降的过程当中，可能还是会有些许不稳定的气流，请你多加注意。其实，在做这一段广播之前呢，其实内心非常忐忑。原因是因为今天是新源航空的首航，那相信很多贵宾是希望能够坐到我们董事长K 董的飞机。也许不是所有的贵宾都有收到讯息，一听到今天不是 K 董的声音，可能会哭喊着说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。今天对新源航空别具意义的一天，因为我们经过了长久的努力与付出，终于逐梦踏实，能够如愿在今天升空，载着各位贵宾前往目的地。新源航空也设立了更高的标准来自我要求，希望在飞安以及服务都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与更高的品质，让台湾的天空能够近月远来。因为有您的支持，所以我们能够走这么远，那感谢谢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与肯定。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再持续的给新源航空指教与加油，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。在这里请代表新源航空向您说声谢谢，也祝您在新的一年当中新年快乐，旅途愉快。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, final back,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n behalf of Starlux and the entire 这个首航礼，今天的首航礼有张卡，就是好明顯見到呢個係星宇航空嘅 logo 啦 ，Starlux 嘅 logo 啦。咁跟住咧，再就係佢有寫到就話歡迎即係誠摯感謝搭乘星宇航空啦，台北至澳門嘅首航航班啦。咁嘅為我哋獻上一個首航紀念杯咯。而家我哋拎到一個咁嘅首航杯咯。呢個外形係咁樣嘅。呢個都係有一個佢哋自己嘅 logo 啦。咁啊靠！飛機嘅一啲澳門嘅旅遊景點啊，喺三巴，呢個係西環大橋，呢個陶塔啦，仲有呢個有寫住 MFN， 即係澳門國際機場嘅代碼啦，同埋你講呢個字應該係解首航嘅意思咯，大家英文好，我哋好好學習，係啊。
外弄咧就會見到一個 Starlust 嘅依家嗰個 logo， 跟住仲有金色嘅魚竿，好靚。首航先有啦，好超啊！係啊，我哋用咗首航先有9000蚊，我哋啲程要9000蚊。因為我哋搶唔到最便宜，我哋買咗經濟艙，買其實已經係最平全額嘅機票，所以就係啊，亦都係因為咁，我先去運嗰啲嘢翻嚟。我哋有30幾人，好啦，陣間再講。洒水嚟噶，依然都系。我们接着要赶飞机，就是飞机马上有清洁人员上来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屌你喺度嘅。Welcome to Macau。想不靠我了。